师登场了，我那个陈俊德老师，陈俊德老师是我们管理中心，他说第二，没有人敢说第一的，所以呢，就今天邀请他来为我们做这个釜山水库的这个介绍，然后也希望，旧的学员可以再多多复习，然后新的学员第一次听哦，难免就是会比较生疏一点，不过这一次的那个录影哦，有两台摄影机在那边准备，然后我们之后也是会放到 YouTube 上面，会把连结贴上去，大家还可以再多做复习哈。那接下来时间就交给我们陈俊德老师。各位伙伴大家好。好。有必要来讲课嘛？我压力足够啊，因为哈，因为你们哈，各位学员哈，大家拢足认真的哈，啊有的拢足资深的哈。每个标到阿棒哦，阿智慧哦，所以里长哦，里长这一样哦，哎，我今天讲的主题哦，人伦啊，哦，人伦，那你定不要那些个哦，所以你像这样哦，哎，甚讲哦，给我学习机会哦，给我大家学习机会。啊，我今天要讲的哦，题目哦，有关水库。啊，你在早上来哦，有那个学员说他第一次来参加，有些。他那个基本的资料都没有，他都要拿一些资料给那个新来的学员。那如果哈，不知道那个水库的那个就是我们的简介啊，他哪需要就哈再搞个报名，或者领导的某些去挂那个用的水库基本资料，基本资料。啊，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哈有关水库，啊跟地方的人文。啊，水库哈，其实水库你拢上过课啊，足侪人拢知影讲水库伊的主要功能是干嘛哈，伊的主要伊的构造是啥，大家大部分都知道。但是我有时候我在打板解说哈，讲水库哈，他妈还有民众哈，讲无啥子哈，就要离席啊，哎，就要走，好像哎，无啥工程较硬啦哈。嘿，民众较无想要了解较济啦。你若讲吼，迄大坝吼、土坝安怎吞啦吼，那么这种的过程吼，迄个民众吼，伊无想要，他们有的会有兴趣啦，但是有的吼，好像你讲这种专业的吼，他们可能就无哈内心吼，无哈喜欢要来吼听你讲这样的。啊，来咱乌山水库参观的人吼，大部分的人吼，伊拢是要来了解乌山水库，吼。来看一下，了解，但是来了解吼，我们咱大部分我咧甲民众介绍，大部分是讲吼，咱主要功能是啥物啊？吼，要有正确的讯息的讲，主要是云林的民生用水，吼，啊因为外面有些民众误解说各为六千的工业用水，所以来我都第一个跟他们宣导说，那是民生用水，吼，民生用水，所以咱吼民众来讯息吼，就可以了解咱。釜山水库主要的功能，啊，佫吼伊讲一寡吼，比较有关建造水库的过程啦吼，伊过程互伊了解，吼，啊，你若讲较幼的吼，讲吼伊用到排放量偌济啦，迄吼，迄，你讲吼，几箍啦，迄吼，伊种较专业，迄民众来伊可能嘛，先接受度吼可能无遐高，所以，好，迄个，我拢认为讲吼，咱来吼，给他吼知，我们要讲解给对方吼来是。不是我咱来，你咧讲说教，民众来咱咪说，咱说教话来，咱参观水库是要看啊，来看水库，说好你我讲啊，足专业个，你说没有那种热情的，啊，所以来水库咱讲一寡吼，我们的主要咱釜山水库的目的是啥物？啊，佫互伊轻松哦，来釜山水库来，哦，足方便，佫足快咯，哦，我说水库，哦，安尼足足特别啦，哦，佫有啥物人文哦，其实民众咧听的是神话嘛。石头讲到迄部分就对啦。咱我后学咧，伫遐吼咧讲的比较吼喜欢讲就是这样的吼，因为民众吼较喜欢听这种啊。你若讲水库吼，我们就给他一些知道说水库的功能是做什么吼。咱的釜山水库主要功能是，啊，所以今天吼我先讲吼，我都讲釜山水库的迄个。主要的工程师的话，今天不讲这个了哈。我今天讲哦，为了营运呐，我即摆营完工啊，好营完工啊，我即摆的营运呐哈，营运呐。那所以哦，咱即摆爱为分担水库到
什么程度哦来民众讲哦，咱水库哈哦，伊个功能是啥？啊，这个位置哈，咱第一个咱的大家拢知啦吼，咱的湖山水库哈，哦，咱的湖山水库啊，因为咱甲咱湖山水库只啊，咱甲吼里面进水厂甲湖山进水厂有关系啦吼，因为咱配水拢是配水，啊，搁一点落吼，咱的主要水是湖山进水厂，哦，咱主要是供应湖山的，啊，但是哦，咱是甲浊水溪哦联合利用的，因为落水溪吼。流水坑，你最重要的啊，集起来可以把供水给林内进水厂。我们湖山还没做的时候哈，集起来可以有供自来水给林内进水厂，所以它有在供水啊。啊，如果下雨的时候哈，你浊水溪哈，你输沙量是世界第一，你做得的啊，也含沙量很高哈。那所以这么哈，你要来林内进水厂处理这原水哈，成本足大啦哈，因点点嘛来看哈，哦，这成本足大。啊，所以吼，那风台天然吼，不怕落。所以你若供应给林内制水厂吼，他们没办法处理。所以吼，伊拢吼，要主动出管。所以吼，他没办法处理吼，就是由我们湖山，由我们湖山这边吼，供应给林内制水厂。好，这叫联合应用的是安尼。啊，如果咱讲咱湖山啊，如果吼水源啊，讲欠水的话啦，落水溪吼，伊水源做丰富的时候。我们可以哦，从这边你们这样打来我们湖山汽水厂这边，也在逆向的哈，逆向的哦，也在逆向的哈。啊，所以哦，现在就是，你再去看下简报哦，联合应用的是在联合应用的，就是哈，风水期、枯水期的时候会调配的哦，这是水的调配的方式了哈，哦，这是。啊，这种大工了哦，你看啊，现在里面有一个前处理厂哦，已经变好了哈。好啊，今天哦。简报有分四项，或者是云林地区的水环境，各位了解一下咱云林地区的水环境哦。啊，跟湖山水库的建设，啊，跟咱的贡献哈，湖山水库咱做了有啥物吼功效吼效果哦。啊，最后是结语。啊，云林县哦水资源的形式哦，咱云林是农业大县嘛哈，啊以灌溉为大宗，啊咱。分里面灌溉吼，灌溉用水大部分都是为集起咱河堰遐吼，遐来吼供应。啊，我以前是集起咱河堰服务啦。啊，集起咱河堰吼，为什么要做集起咱河堰吼？啊，各位介绍一下吼。这集起咱河堰以前吼，分林关甲彰化关吼，以前无做咱河堰之前吼，因拢会抢水的，吼水头拢会抢水，啊，拢看啥个枝头较大枝，吓安尼。要抽水，啊抽水时吼，就会有纷争啦。啊，为了稳定吼，农业灌溉用水吼，所以就有这个计划，集集那边哦，统一在集集那边哦，给它配水。所以吼，咱集集那边最后吼，它主要的功能哦是，它的供水是第一个农业灌溉用水是大宗吼，就是供应彰化县跟云林县哦农业灌溉用水。那，再来就是。民生用水，哈，民生用水要借，啊，甲公用水，6000的公用水，哈，就是为集集咱人哦配水给他就够了啦，哈，唔免咱湖山水库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哈，足侪民众的哦，我讲咱遮有哦6000啦，其实，它的占的量哦，公用水占的量很少，来集集来讲哦，伊占的量很少，集集供应它就够了，哈，嗯，啊，伊水嘛免较好哦，咱湖山水库的水哦较好哦，啊。咱云林县的耕地哈面积有8万公顷啊，哦，啊水利会灌区5.7万公顷哦，占71%哦，啊一起稻作及蔬菜面积哈是全国上大哦，上大哦，啊所以哈，伊主要水源来自于集集南河堰哈，它地下供应哦，所以拢超出地下水做干净问题哈，因为灌溉水不足哦，也超出地下水。啊，浊水溪吼，伊个丰富水池流量差异足大吼。咱台湾的特性就是安尼吼，哎，啊，三年依赖那个地下水补充啦，所以咱集集咱遐吼，伊个流量有50亿啦。咱的清水溪差不多高野周一啦，吼，咱的清水溪差小一左右。啊，伊个流量吼50亿哦，年流量50亿哦，咱集集咱的厝的吼才20亿哦，20亿，你看出来最早一个就是排放掉的吼，出海了吼，因为咱台湾吼是岛型的吼，所以咱的河川吼短，啊佫陡，吼，啊你若无甲伊吼
利用水库或是堰或是利用什么水利构造吼，该储存这些水吼，你若不够储存，你就流出去啊，吼，就流出去。吼，啊，所以即摆吼，咱台湾的水资源开发拢差不多啊，吼，差不多吼。欸，阮的天花板看会做哦，前瞻计划有纳入哦，看看会不会做哦。啊，阮的清水区哦，阮即摆咧取水嘛吼，咱湖山咧取水，所以还没有这个量，讲一年可以取多少这个量哦，啊，未迄个哦，即摆搁在营运当中哦。所以阮21期，阮咱在迄个营运过程当中哦，所得到的数据嘛，啊，咱的丰富水期哦。诶，差异量吼是八比二吼，去差足侪吼，去甲，枯水时吼，咱啊，大浪期时，咱就爱抽地下水吼，民众咱会可能抽地下水来储水吼。啊，咱诶，云林县吼各标的用水啊，咱云林县的各标的有公共用水、农业用水、甲工业用水吼。啊，公共用水吼，伊年水量是0.95亿吨啊，哦，每天要26万吨哦。啊，由集集蓝天甲湖山哦，我都有报告吼。从集集堰跟湖山联合供应啊，供应给咱云林县的公共用水。啊，农业用水年用水量21亿吨啊，集集有3亿吨，占62%啊，哈。啊，工业用水的年用水量1.05亿吨啊，每日有28.5万吨啊，主要是离岛工业区啊，有集集的那种需要供应给他啊，需要供应给他。啊，叫一点哦，阮局长哦。上礼拜，有来搞座谈哦，啊，他有讲哦，你去日本考察哦，就是说这个公共用水跟工业用水哦，你说咱在日本是把公共用水跟公共用水来区分哦，哦，给区分，因为一般公共用水哦，也没那清啊，哦，不用那么清，所以管路是分开，给分开。啊，阮局长哦，伊遐哦。去日本看完了，他就回国哦，伊来只要推动哦，跟日本一样推动公共用水跟工业水把它分管线分开啦，哦，管线分开，哦，像咱小型的哦，咱的迄个工业水哦，小型的工厂啊，伊嘛爱有工业水嘛，有时候他不用去自来水啊，跟自来水啊，伊咱自来水俗用的啊，吼，哎，啊，所以伊会把管路分开，吼，伊把管路分开，工业水伊管路啊，所以啊这样。这个哦，节省咱的用水量，咱民生的呀。啊，但是哦，推动的时候哦，因为各部门来推动，所以大概就无疾而终啊，大概就无疾而终啊。啊，云林县的河川哦，排水治理概况哦，咱总共有29条县区排水系统哦，还有一条是管河川哦，新埔尾溪啊，哦，过去水患足严重的哦，啊。拢集中哦，主要当然拢集中伫沿海哦，较低洼的地区啦。啊，咱的一淹水计划哦，到十年到100年哦，恁捌听过一淹水计划无？哦，一淹水计划哦，到十年到100年哦，投入83亿哦。啊，振兴经济计划哦，到100年哦，已投入14.1亿。啊，综合流域综合治理计划哦，100年到100年哦，已核定哦40亿哦。要来办哦，要来办理哦。啊，合计是137亿哦。啊，持续哦，爱协助水患治理改善哦。像这吼，咱台湾是岛型的吼，啊，所以吼，地层下陷有做感觉沿海啊，所以吼，这个咱的治水计划哦，啊，拢爱开足侪钱哦，拢爱开足侪钱。啊，咱的公道云林县哦，严重地层下陷区域面积约721平方公里，占全县面积的。56%哦，安尼有做两条的嘛，地板下陷做两条。啊，阮乌沙水库吼，阮乌沙水库在推动吼，过程的大事迹吼。咱19年哦，咱乌沙水库哦，已初步规划完成了吼。啊，85年哦，可行性规划完成。啊，89年哦，环评通过。啊，91年哦，计划后的核定。90年就核定啦，哦，就这个乌沙计划就核定，哦啊，我本来伫迄个支持南河堰吼，南河堰计划支持计划咧做，啊伊说吼，90年遐差不多尾声啊啦，伊说啊，到阮工地主任两个吼，有一个愿景讲吼，咱车若刷吼，咱就
来后山水库这吼，开始来这吼，我结果煞我都如愿咯，所以我都吼如期开工吼，所以就我都来，去山就我都来后山水库，无去山就他你去就做做山就出山啦吼，九十年的七月吼，张俊雄前院长吼又来视察，九十年八月吼，有关八色鸟议题吼，去山就开始在讲吼。或者反对建水库有没有？那时候就有八色鸟其中的一个例子，然后我袂使去追捧吼。好，啊，九十五年一月吼，备查生态保育措施吼，咱这较特别啦吼，因为咱有迄个环境省评估，所以吼，这生态保育吼拢爱做。好，九十五年吼，有生态保育措施的听证会吼，办听证会吼。啊，九十五年八月，生态执行委员成立啦吼，啊。对，那个李定满委员，哦，李定，刚刚还郭大哥你们哈，他还是委员哈，他九十六年哈，六月哈，大坝工程就开工，哦，九十年啦哈，